白话佛法，是卢台长用生活的语言来讲解高深的佛法，既从人生的哲理上来解释，又用日常生活中浅显的例子，在白话佛法中领会深奥的高层次的佛学理论，开启我们芸芸众生的佛性，修改我们的命运。 请收看卢台长的白话佛法。所以在生活当中改变，那是最重要的。所以过去一切如来，就是能够成为佛的，都是四现八正道成佛，而且这个八正道都是用在世间的。 是不跟你们讲过吗？八正道：正见、正思维、正语、正业、正命、正精进、正念，啊，还有正定。你想想啊，这些正，在天上早就能够得到的东西，为什么这个啊八正道要在人间？ 因为人间还有虚幻，人间还有妄念呢，所以八正道在人间，你只要能够做到，你必定一世修成，你就能够成佛。啊，所以很多的菩萨，啊，为什么要到世间来？很多的啊，阿罗汉。 很多的天人啊，我们人间的圣人，他入世进入人间，他就是度众生而寻找佛道。这师父跟你们讲了啊，有些大罗汉从天上下来啊，要经过八万四千大劫呀、啊，你想想看我们。 很多孩子，他的过去可能是菩萨，可能是大阿罗汉。他很早就从天上下来，他在人间一世一世的轮回。有一世他修的非常的好，曾经是大菩萨的弟子；有一世他曾经是什么？有一世他不停的在八万四千大劫。为什么？ 他哪怕修成了，他还要回到世间，啊，就是说，你最后要能够成佛，你必须要入世度生，也就是说，你必须在人间去救度众生，才能成全你的佛道。所以你说，如果超脱六道的话，都是在天上，都是菩萨，都是佛。 你去度谁呀、啊？我们经常说一句话：“跳出三界不在五行中。”是啊，你度来度去，在三界入世度众生。如果你连世间法都修不好，你怎么样能够成为佛呢？所以你在人间做人都做的不像人，在人间做的。 都像鬼一样，都像个恶人，像一个畜生，你怎么能够修行成佛？你是没有可能成佛的。所以很多人修了一辈子，连人都不一定做得到，就是待业往生了啊！你就是到了极乐世界去修行了。 也是给你暂时的，能够得到你所喜欢的进入极乐世界，但是你还必须要还旧债，而这个旧债小的那些带业，带的是那些微小的业，啊，可以在八功德水呀、啊、七宝池里边呢洗净。 如果你有大的业障，你毕竟出不了六道，因为这个世界就是给你来还债的。你在这个世界把债没还完，你是解脱不了这个人间凡尘的烦恼，所以绝不是啊，我今天只要修了，我就能成。 就像一个孩子一样，你今天读书了，你不一定能毕业的；你今天读博士了，你不一定能成为博士啊。所以修好世间法那是基础，非常重要。所以我们每个人都要修好世间法啊！大家都知道这句话，在六祖非常精辟的语言当中，这只是一句。 佛法在世间，不离世间觉；离世觅菩提，恰如求兔角。啊，真正理解了就很难了，真正去实践它就更难了。啊，佛法其实就是在你的烦恼之中，是离不开你在世间烦恼中的觉悟。 我不知道大家能不能理解这句话，啊，我再讲一遍，佛法就是在你的烦恼之中，是离不开你在世间烦恼中的觉悟，就是烦恼即菩提呀、啊，你觉悟到世间如幻化梦想，啊，如幻如化。 所以你在梦幻的世界当中，你才能求得真正的觉悟。因为你知道这是假的，你才能找到真的。如果你把这个世界当成真的，你怎么能够找到真的东西？所以师父告诉你们，觉悟与世间是不能相离的，不能离开的。 啊，就像我们举个简单例子，啊，今天有事做，你才会觉察到问题，然后你再把这些问题去解决掉。啊，如果没有时间，如果没有事情给你做，你到哪儿去求得正权？ 所以很多人说，人家这个人说很有经验，他是问题当中来的，对不对呀、啊？所以曾经问过别人，一个成功的人士，你有什么诀窍吗？没有窍门，我的诀窍就是在无数次的失败当中，我最后得到了一个叫成功。所以，一个成功的人，一个觉悟的人。 不会离开世间去求觉悟，所以一个人以为自己超脱了，啊，离开人间了，不食人间烟火了，你们说他的烦恼在不在？他的菩提有没有？所以师父跟大家讲，千万不要离开自己的烦恼去求菩提，烦恼都不是什么。 所以烦恼只是给你找到菩提的一个基础，就像盐一样，每一个菜哪怕是糖醋，它必须要放盐，否则这种糖就吃的让你觉得口感非常的难过。所以喜怒哀乐就是让你感受到什么叫欢喜，什么叫怒。 因为有了欢喜，才知道要发怒；因为发了怒之后，才知道什么叫欢喜，什么叫悲哀，什么叫快乐。实际上，就是因为有了快乐，才会悲哀。因为懂得这些，啊，所以没有问题，怎么会有方法？佛法就是在人世间。 来专门解决人间的问题，所以菩萨就是解决我们现代人烦恼的一个最好的法门。所以该喜则喜，该怒则怒，喜怒哀乐的本性和它的根蒂，讲到底就是菩提智慧。 佛经上讲，菩萨未成佛时，以菩提为烦恼；菩萨成佛时，以烦恼为菩提。何以故？为什么？以第一义不二故。就是这一个义理，这一个道理，因为没有。 第二种解释，这就是告诉我们：我们人、菩萨还没有成佛的时候，因为你是菩萨，你还不能理解佛的真正的真谛和他的义力，所以，以菩提为烦恼，啊，明明知道很多的智慧，你还把它当成烦恼。 当菩萨成佛的时候，所有的烦恼，并不是佛没有。我们伟大的佛陀在人间救助苦难众生的时候，有多少的烦恼？但是佛陀把它变为了菩提。何以故？因为这是一没有第二种的解释，也就是告诉我们，只有。 烦恼，你才能找到菩提这一个第一义理。所以，我们说，当你看见一个不好的人，你要想到，终有一天他会变了一个好人。这也是一个义理，这就叫浪子回头金不换。没有回头，那这个人没有改变，那么他的心。 是满脑子的烦恼，他胡作非为，因为他没有觉悟。当他回头是岸，安分守己、助人为乐的，还是这个他。同样一个他，一会儿是胡作非为，一会儿是助人为乐。那么。 这就是告诉我们，一切都是在变化的，啊，这个义理就是告诉我们，佛在世间才能理解世间。我们人必须要懂得，过去你做过什么，并不代表你今后会做什么。很多现在很伟大的人，过去曾经。 有过很多的失误，很多年轻的时候从来不失误的人，可能他的晚年过得非常的凄惨，因为他失误连连。这就是我们讲的，同样一个人，同样一件事情，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，要把这个事物、把这个事情看成，那是。 一个还没有成熟的思维，当你把它慢慢懂得，这是一个成熟的思维，实际上他已经把烦恼变为了菩提。师傅举这个例子，我希望你们能够懂，就是这个坏人他后来变好人了，啊，就是转换了呀，啊，因为这个烦恼就是个坏人，后来变菩提了，变成好人。 所以，为什么烦恼变菩提？六祖曾经说过：“啊，佛法在世间，不离世间觉。”就是告诉我们，千万不要离开这个世间，离开自己的烦恼，到别处去求什么佛法。啊，你自己本身应该有的那种智慧，到哪里去了？ 你看，每一个人都有无量无边的智慧，佛智，因为从他的九世田中、阿摩罗斯当中来。所以你要在世间生悟到世间的真理啊！你要把这个世间所有的烦恼倒过来，把世间上一切的烦恼都变成了你妙用的菩提。那你？ 整个的人，整个的生命都是在菩提当中了。举个简单例子，你一生当中都拥有的这方面的经验，你就是这方面的专家。你在这方面太有经验了，你什么样的问题都碰到过，最后你是什么样的问题都能解决它，你是不是就是这方面的菩提专家？所以。 没有人间的喜怒哀乐，佛拿什么来给你们说法？佛陀当年在人间，告诉我们很多的佛法，用的很多的故事，用的很多人间的苦难，还有喜怒。啊，佛用什么样的方法来接引我们众生？ 佛就是用这些喜怒哀乐告诉我们人生无常，但是天上有快乐，人间有苦难，这些苦和乐能够让我们懂得我们要离苦得乐，我们应该到天上去和菩萨在一起。那么这种说佛法的法门，就是让佛陀告诉我们。 让很多的菩萨来告诉我们：你们想修成，菩萨会来接引你们。其实，菩萨和佛就是我们说烦恼学的专家，就是精神领域的工程师。他们就是大博士、大教授，他们能够解脱我们的烦恼，能够让我们想通。 那么，菩萨本身就是从烦恼当中获得的智慧，所以生通烦恼，故能明了一切众生的苦难和烦恼，所以他们才能建立了种种降伏烦恼、转烦恼成菩提的妙法。啊，这就是很多事情。 我们在人间，举个简单例子，啊，我们的楼发生了些什么问题了？你觉得，哎呀，漏水啦，漏雨啦，你觉得解决不了？但是你一去找那些建筑师、工程师那些专家，他跟你说啊，这个地方弄一下，那个地方弄一下，马上就把你解决了。他们怎么样能够解决的？ 他们不造房子，他们不修，他们不懂得什么地方漏，他们过去曾经有过的烦恼，他能今天这么快就帮我们修好房子吗？我们今天如果对佛法不理解，我们不了解众生的苦难，我们能够帮众生解决烦恼吗？你满腹经纶，你也不能解决众生的苦难。 所以离世觅菩提，恰如求兔角。你离开了这个世界，你说我要找到佛法，你就相当于在人间要找哪一个兔子头上有两个兔角的，因为兔子头上是没有角的，你找不到。所以走遍天下，你都找不到长角的兔子。所以这句话就是禅宗的总纲领。